真正是靠小萱的势力，我今仔日就要一概把你财产拢摕到手。你真正？真正无事情。你嘛知影我有可能无事，既然佫敢来我遮偷摕物件，你先说啥？哦。把你这个窃盗现行犯偷摕物件的证据全部拢捡起来。你竟然乌口滑条！你即马是做财发掠财是？我是提房卡，公平正大入来，就算恁想要告我偷摕物件，是告袂赢的。那是算法律哦，唔可能算袂赢你啦。啊，不过我伫江湖走跳这么久啊，有一挂基本的法律的知识啊，我搁知影啦。参照你安尼啦。无经过伊等的同意，就入来伊的房间，伊是会当正当防卫呢？查理讲的无唔对，那是伫咧美国，有人偷偷地来阮厝内偷摕我的物件，就算讲我开枪甲拍死，也无算犯法。啊，不过这是台湾，恁若是敢对我安怎，就是防卫过当。也不过你唔通忘记哩，还佫有我这个目击证人伫咧，就算讲伊等甲你安怎，我嘛是会当替伊做一公。是你先动手的，伊算是哦正当防卫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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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去躲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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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个怕，别个怕，那是我唔对，我无应该偷摕你物件。你老祖公你做唔对的，就只是偷摕物件，这么简单心？你向我开枪，害我步入黑底，那是我命大，我才无死。你欠我的是这条命！啊啊啊！别个怕，是我做唔对，请你原谅我。你回去了，我就爱原谅你啊！你害我去鬼门关走一撮，我今嘛就给你试一解，你才会当替我一种感觉。等下，叫你愿意放我一条线，你要我做啥，我拢答应你。哦，那安尼，你把你手头所有病的股份全部拢卖乎我。你安尼做，根本就是手脚。这是你教我的。你用无正当的手段取走我丈人牌的财产，我当然袂当手倒转来。真叫我卑鄙的！卑鄙，我可能卑鄙过你啦。啊，不过以前我咧做兄弟的时阵哦，有真多心怀手辣的手段，恐惊你拢唔捌看过。江湖咧传说咧，红帮十大酷刑，今嘛都互你见识见识。第一招啊，叫做指甲美容，我会当试一秒你看卖。哇！你这指甲真正有淡薄仔长啦，我来替你看看啊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，我答应你。文件拢替你传好啊，即马就签名转让。我若真正签名，恁敢会讲话算话，放我离开？唉，莫阁讲遮尼侪废话啊，紧签啦！老实讲好哦，我怎样用股份换你的性命？哎，你等着。嗯，还阁坐了创啦，还唔紧走？啊，是讲真正爱我替你加钱加啊？
小站长，你搁想要创啥？我即马甲你警告，离阮小妹较远的，啊，若无我绝对予你真歹看。你安怎？你把阮小妹当作是金山银山的红利乌钱的，一个月以来，你若是不爱离开的身躯，后一摆离开你的身体，就毋是干那请假这么简单。准备一份礼物要送你，这是啥？这是你把病医摕倒转来啊？你有讲过，病医是恁爸的心血，我嘛有讲过替你把病医摕倒转来啊，所以我讲会到，我做会到。这敢是？为杜晨手头摕转来，无唔对，而且是伊等甲我斗相共，即马都干那差甲钱摕予杜晨安那。伊等还阁话咧，伊平安无代志啊。是啊，伊就是为着要对付杜晨，唔才会暂时予闭起来啦。是讲恁先怎予杜晨安讲完，甲病医交出来？这哦，这你都无需要知影啦，你只要知影。为着你，我什么拢愿意做，尤其是我答应过你的代志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哦，我问了准哦，我永远袂当甲病医摕套转来。想不到你真正替我甲病医套转来，而且世界上除了阮爸以外，你是唯一一个当无条件对我好的人。会当嫁予你哦，我一世人无遗憾啊。哎呦，比起你过去为我所做的代志，我替你把病医摕倒转来哦，这也无算啥啦。会当娶到你这个哦，甘愿为着我牺牲家己性命的太太，我真正是全世界上幸运的查甫人啊！所以我哦，一定会更加拍拼，让你大家哦，拢能笑到这尔欢喜哦。只要你会当大家陪在我身边，我就大家拢会笑。我本来就是要牵你的手，行后半世人的人嘛。我无陪在你身躯边，是要去倒啦？你放心，只要你开嘴，不管什么代志，我拢会做到到。那安尼哦，我爱你一世人拢给我笑咪咪。就算有一天哦，我变成一个老太婆，你嘛是爱参照今麦同款，才来听我。这哪有这个问题啦？只要死到我变成一个老伙仔的时阵哦，安尼头毛、嘴手白啦，袂记你东，袂记你西，目睭模糊，还佫撞天的时阵哦，你唔通气啊嘛，就好。哈，啊，那安尼到时阵，你敢会袂记你即马答应我的话啊？免烦恼啊，我即马先甲我讲的话哦，全部拢录起来，死到你都免惊我会耍赖。哇，洪有志对柯小萱的爱是牵肠挂肚，疼入心肝。唔啦，这世人，我希望后世人、后后世人天公伯啊，会当继续疼惜，我会当娶到小萱这样良好的太太。我会永远拢陪在你的身躯边，就算讲咱老啊拢行袂振动啊，我嘛是会把你的手拢牵牢牢，永远做你的外靠。啊，安尼用的无？不用嘞，因为哦太肉麻了。啊，我就是讲你听了就感动。因为我什么拢无爱，我叫你陪在我身躯边就够。先生，歹势啊，我爱车歹去啊，干嘛替我看一下？我就停停遐尔。
手机在啦。好，我帮你看麦。我是想要亲自甲伊登讲，叫伊早日找到幸福。既然伊登这么爱在你的面头前顶英雄，为着你跟我比明星这个对付啊，那呢我归去跟咱两个人耍，算你的头个顶好啊。你莫白来啊，我今晚就先报警。好啊，你去报啊。啊，不过我警告你啊，你若是让我发现警察来啊，你要等你替伊登办死亡证明好啊。喂，董事长。我接电话啦，想要安怎？我来找杜生了。我跟你做去。啊不，你伫车顶等我就好啊。你一个人去，我袂放心啦。啊，特别我去救你，拢嘛是一个人啊。不管我哪危险，我拢嘛甲你救出来。虽然讲受伤哦，受淡薄落差。啊！不过这个无同，我一支头毛哦，拢袂落地遐。你唔免听我讲好听，为什么我放心？我讲的是真实啊，因为这个我要救的人哦是伊的，我总袂用伫个面头前闹鬼，这是关系到查甫人面子的问题。放心啦，我一定会规章好好倒转来，因为我阁是要看到伊的迄个所下败将，伫我面头前甲我磕头说多谢。啊！我将来袂放心哦。啊，无我甲你鼓励一下，来。刚刚讲话无算话，你有试看吗？我绝对讲话算话，啊，若无你一个人，要哪面对嘛，对吧？我后边走啊。你娘说你哦。到底想怎？我那里根本就不安，就不放心咩。